元素法师的方法不断的被消耗。正面军魔校对战全息数十个神枪手，但二对一玄奇也是拿军魔校这个散人没什么办法。大神果然是大神啊，拖住两人也游刃有余，而且还在不断消耗对方血量。你复出还建什么新队伍？直接来玄奇，我肯定敞开大门欢迎你。胜，可我还指着星星拿冠军呢。你们队伍里都是些不成器的小朋友，我看星星啊，只有你配当我的对手。过奖了，可惜你不配。你们有谁看到对面忍者了吗？看到，看到。糟了，就是现在。团队配合，漂亮！一次会成功带走玄奇元素法师天地玄黄。你可大声的打吧！又是轮转换位，星星的队员不断调整进攻节奏，玄奇队员完全招架不住。行不行？玄奇骑士也被带走吧。一场漂亮的团队赛，星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团队配合。漂亮，最终获胜者是星星，星星创造了奇迹，在单人赛擂台赛只拿了一分的情况下，在玄奇的主场，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击败了对手。不错啊，恭喜星星战队以6-5赢得首场挑战赛的胜利。好，起来！是的，就跟老夫当年差一点点。今天可笑。忍者是不需要拥抱的，但是今天可以。你再装装装装装再装装，看我没面儿，小子！再装再装。叶队呢？大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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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真的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都无法形容了。那个大神，你知道吗？你也让我今天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以一人之力敌过了对面的珊瑚海啸呢。不对，是二人之力。我今天发展了一个新的高龄粉丝，你别看他年纪大了，跳不动了，蹦不稳了，但依然掩盖不了他内心对你的狂热。他人呢？走了呀。
战赛中，星星战队逆风翻盘，战胜玄奇战队，收获开门红。比起对战结果，粉丝们更为关注被誉为荣耀大神的加使前队长叶修为什么会选择自立门户，加入一支草根战队。叶修离开加使本就引起了很多加使老粉的不满，如今带领新战队踏上荣耀新征程，更是招致很多电竞粉丝的热议。首战告捷，明天报纸上肯定都是咱们的新闻，咱们战队的粉丝啊肯定会以代数般增长。兄弟，那是指数般增长。去，管他呢，今天是老大在公众面前第一次露脸，以后啊咱们就不用坐大巴了，肯定会有车来接咱们。车呢肯定是会有的，不过打表计费12块，走的时候呢说不定加你1块钱的燃料费。喂，你为什么认为我们没有粉丝啊？因为这个，3秒后迎接第5次攻击高峰。